喜爱，你既喜爱，我就给了你。我把照相给你，我亦是欢喜的。而我一直端然地接受，没有神魂颠倒。各种感情与思想可以只是一个好，这好字的境界是还在感情与思念之间，但有意义，而不是什么的意义，且连喜怒哀乐都还没有名字。遇到胡兰成，张爱玲在尘埃之中开出了花来。她把自己看的是这样的低，再不是那个在文坛肆意张扬的张爱玲，也不是那个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张爱玲了。在胡兰成面前，这个张爱玲为了爱而变得很低很低。至此，张爱玲彻底做了胡兰成的爱情俘虏。见了他，他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那一年，胡兰成38岁，张爱玲24岁，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一场传奇。